你们两个差不多了，你结婚了哈？为什么在外面跟一个查某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啊？冤枉啊，妈！那个拥抱根本就不算什么嘛，人家 Cindy 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，见到面来个拥抱很自然啊。请问你现在脚踩在哪里？啊？踩在台湾的土地上呢？啊？你学什么国外啊？要不要去国外报啦？我不敢讲，哪要当？ 买咱迄个软软啊，啊，倒了足舒服的。啊，像这型的乌打散，啊，一看嘛，知影讲医疗。什么是医疗？医疗的国语叫板凳，板凳的台语叫医疗。跟着妈妈讲三次，对着她哦，预备，医疗。 <笑>我不是医疗，就是。妈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吧？就是我想的那样子，我两个亲目睭看到的。你搁敢狡辩？我咧想讲，慢哦，性地遐尼啊好，那我可能为着一周沙发就跟你冤家命仔？原来哦，是为着这个医疗。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医疗，你不要再讲了。 我是给你面子，才让你当医疗的，要不然哈，你直接这种行为就是狐狸精，算什么精啊？哎，喂，你给我看我妈，妈，妈妈怎么样？还是要演一下。哎呦喂呀，我妈没事吧？你找到心肝高雄的，手倒啊，当，啊，你都把他送了去。 告诉你哦，惹到我，算你倒霉。